腿怎么这么疼啊？这不是我画的吗？我是童子福，脚下一滑，从房顶上掉了下来，落在了画师圣地画仙殿。他居然跟我画里的主人公一模一样。这位小姐一看就绘制兰心，机灵手巧，巧抓天工，画工精湛呐、哇，这画工倒不错。岳麓画院首席大弟子文景湛，你武功那么好，画画可惜了。裴月城向来以画为尊，你此次前来有什么目的？当大师赚大钱。是有画匠是父亲派来的，他能在父亲面前说我的好话的话，送你了。他在你这买文宝，全都记在我账上。你是不是碰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没有啊。利亚宝典拿来看看。记住，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说话要骚。我会一直都对你好的，我立志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画画。眼神要飙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臭直男，你喜欢我？也是有点喜欢。诸位，大师童子福的作品，这地方比我在公司当画眉强。